站体还是列车上？站在候车的。就在列车里面吗？没有，外面，后外面，他在等候车。哦，候车区被松鼠抓伤。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